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追阳，今天继续我们的拳皇十四连招表演这个续集之雷蒙，但是官方的名字给了一个拉蒙啊，和以前的不怎么一样。哎，来看今天演示一下他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些民工连段了。开场给他一个武器，这是不该带入 BC 的一套，大家可以看左面的这个指令。其实雷蒙的连段并不是很多，并不是很复杂，就是这么几套。哎，抓到以后直接出三气的，这是有三气就直接出就可以了。下面继续一个跳飞占地，哎，三 B 啊，之后再来一个两气，各种大招啊，这是一种三种大招的这个出招方式。下面来看下一套，哎，下面是带入 BC 的一个，哎，这样是一气连，没有带入大招。再看下一套，哎，在 BC 到板边，哎，两次以后抓到，这样呢依然是没有带入大招的一个连段。下面继续带入大招，往后面循环一次，哎，这样子把它揪起来，然后接一个两气，一阵狂摔啊，掉血量也是不错的，看来雷蒙的伤害还是很高的，关键是比较简单呀，雷蒙还算是出招没有那么复杂。哎，一把揪住，给他一个三气的向前飞的那一个，好像要空中飞人一样，雷蒙在这里表现的这个三气可以，这个两气可以接三气，对，可以取消，一把揪住走起来，一个两气空中飞人打一下，然后就在这时取消一个三气。他手指刚揪出来，刚那个出手势那一下就可以取消，在那个节点。下面继续下一套，哎，两次以后，今天也没在三气大招之中结束我们的视频啊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点个关注再走呗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